特意进场，这一吼吼到了三角死啊，大招连到一个大招直接狙到了虞姬的身上，大路绕后看一下这一波，但是被反抓了。如果 QG Happy 这一波想要一波还是有机会，大招强咬辅助阵亡，茶和夏天应该是守不住，又是一个大招直接狙死了茶的虞姬，恭喜夏天 QG Happy 真的很吓人的才两分半钟，哎，有机会被被动碾死了第一滴血，但是诸葛亮落地这要打呀，落木现在没有四级啊，抓住了落木没有四级的机会，先杀掉落木再硬锤 DO 大招，第二招还要杀，大招直接交出，虞姬想用肉体挡一下但是并没有成功，大招还能抓开了，这一波是拿到了一个三杀吗？是又来白帝姬，这波有机会反打，诸葛亮要收割，大招强杀，杀完之后杀出被动再踩一脚 DO 还有一丝血，能够连大招吗？连到了，再来一下，一个孙尚香炮都抬起来了，又是他的八个人头了，又来回头一吼，三个人全部吼开，逐个击破，踩一脚，好在诸葛亮大招没有刷出，十个了吧，不能打了，看一下兵线已经进到了中路的水晶位置， YTG 仅存三人，兵线清不掉，让我们恭喜 QG Happy 2-0战胜了 YTG。